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又到了大家来吃便当的时间。那今天天气没有很好，阴阴的，但是相对比较不会热啊。那今天带大家来到那个台湾大道一段的那个金大园便当。那这家便当其实之前也有介绍过了啊，他们家就是那个全台中是最贵的排骨便当那个系统出来的啊，金叉园啊。哦，然后他们这边的价位大概便宜他们30%左右的价位了哈。啊，之前买过他的牛肉饭，觉得还不错吃。那今天在这边包个便当回家给大家做参考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金大园便当的这个排骨便当。那我之前是吃他们的牛肉饭啊，还不错。那今天就带排骨便当啊，排骨便当会比较方便跟其他家做比较了哈。来，那这个便当是90块钱。好，等等，哦，长这样哈。啊，有一块现炸的排骨，然后配菜有啊，因为它的排骨是现炸的，所以你去现场买便当的时候要稍微等一下。然后现在是那个防疫期间哦，防疫期间他就没有提供内用跟外送，所以一律都是到店里外带这样。哎，然后他的配菜有3种哈，来，就这3种。OK， 然后再来就是排骨啦哈，啊，这排骨是刚刚炸起来的。这个如果是在店里面现炸现吃，非常酥啦，酥脆哈，啊，因为已经买便当回来会有点闷到，应该也还 OK 啦，哦，排骨也是蛮大片的，然后厚度也是有的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就有在吃这个金叉园系列的应该都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那个雪里红，哦，好，我这是他们的那个排骨便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吃便当哦。对，到了便当时间，然后按照惯例，来先把盖子剪掉，排骨便当哦。然后先来看它的菜哈，哦，那菜有3种，它今天的菜有那个高丽菜哦，看起来蛮爽脆的哈。哦，这个高丽菜是脆的，然后哇，蛮清甜的，那就是也没有加什么五味味。然后第二样是这个海带结，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菜包呢，啊，这个也蛮下饭的。然后再来就看看排骨嘛，啊，因为他会帮你先切好，所以没有办法拉整块给大家看，就大家就参考刚刚的照片，就是这排骨还不小嘛。然后这就是真的是真材实料的原肉啊，原肉。它刚炸起来就是好吃的。啊，如果在店里面用的话，它吃起来感觉会更好吃，因为热热的，然后刚炸起来就已经是很酥了，因为他们都是现点现做。哦，你看这个是带骨的牛，排骨，然后饭呢，啊，饭量我是觉得给的还蛮刚好的，饭量是这样子，哦，然后基本上这个饭，他们家的饭蛮好吃的，粒粒分明，然后蛮弹牙的。我要吃这个饭，当然就是要配这个
这个雪里红了。很多人也都以为这是海苔，其实它是雪里红。那基本上就是这家就是那种跟那个十蜜园啊，然后还是我之前介绍的那个二八街啊，然后这一家金大园，然后其实他们应该都是金资源的系统出来的啦，因为他们餐点几乎都是一样的，做法也都一样。然后但是我刚讲前面那三家的话，你去吃的话，它的价位就相对经济实惠很多啦，因为全台湾是最贵的排骨饭就是金资源的，我一个排骨饭好像130吧，对，然后这一家90块，90块就是行情价，然后这每天用餐时间生意都很好。然后他在那个台湾大道总店，然后南屯那边应该有好像有分店在象形路那边，就给大家做一个吃便当的参考。好，那今天的便当就介绍到这边，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便当资讯不漏接。那就是这样，那今天就到这里为止，好，拜拜。